Hello， 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，又来到了我们一个礼拜一次的工会副本时间啊、我们现在打的是第一只王奥格龙。好，一样啊，来看一下今天参与的人有谁。好，那今天参与的人有29位朋友啊。第一个进来的呢是我们的会长沙仓真菜老师，然后再来是妻子米娅、正南、小花暖，还有温老师的奶妈 Demon 懒星辰，以及国王暗黑胖胖仔、真实闹元气少女、乌吉达、奋斗吧、18天生啤酒、酷妹，还有01101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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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
TS 小萧虎男子，这当然要请酒冰杰 Whisky 跟 Good Morning， 还有我。好，我比较晚进来，因为刚刚在那个喝水，比较晚进来。 OK， 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的系统炼金术啊，这个东西我还没有搞，还不是很懂啊，我就还没有搞，因为更新的内容的话呢，就是还不是很清楚，我就先把东西都先囤起来，那到时候呢再请教一下比较清楚的朋友。哦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这个我们的沙仓真菜老师他有讲什么事情啊。好，他说啊，我们服内前五名工会希望整合成一个联盟，所以我们这边就整理出如梦跟帝国，把我们目前联盟活跃参加活动打王打架比较能出血的集中在一起，想存 PVE 的道星星，以前刚开世界地图需要服内统一，收到，没有问题，全力配合。好，收到。现在开机战二需要101团结统一，对，没错。现在的话呢，就是有这个新的世界副本嘛，啊，这个新的世界副本，好，所以呢，就是需要整合一下哈，这个是。我可以过去没关系，真的我可以过去没关系，我不一定要在这边。那现在真的，你关门太大声了。因为我现在其实玩真的是玩游戏有玩比较多啦，就真的每一款游戏如果说都要搞到好的话，真的有一些难度在。所以我觉得该给其他更厉害的朋友啊，这个都是可以全力配合的。好，三三三说，可能快没有机会全部都通关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这个打完地之王了哈，这个是我最期待的时候，每次都希望能够开到紫色的戒指啊，但每次都没有。不过有四颗那个冰冻之类啊，我很开心，然后两颗也不错。好，这是工会铸币箱4000，哇，这次真的运气不错，有开到4000个。这个是优级狂气精华箱，好，两个。我现在有几个啦？我看一下，说不定我已经可以做啊，不行，要110个，还不够啊。哦，囤了那么久的时间，还是没办法做啊。这个要110个，可能还要在4周吧。而且运气还要很好才可以哦。如果运气都不好，每次一颗，那我可能要5-6周。哦，这个大家要变很强，我看一下炼金术好了，不知道怎么弄啊。先合成好了，这个合成一定是要先搞的。为什么都是白色？啊，有绿色了。这个要怎么弄呢？懂了，一般最佳伤害属性改变。爸爸，水族，爸爸，刚是不是怕水？啊？刚属性的，爸爸，这是属性的宝可梦是不是那个第二个最佳？是水属性的吗？对，这个要怎么弄啊？可选择想要的位置，然后进行刻印。救命啊，我这个真的不懂哎。炼心石将随机决定选择石人位的属性。我觉得我应该要先
爬一下 YouTube 再来搞，不然我怕我的资源浪费掉了。哎，怎么回合正是这些而已？怎么变那么少课？哎，怎么变那么少？看一下我的商店。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不错啊，这个压币可以买东西，这个蛮好，这个改的蛮好的。未来我在想，应该有可能很多东西都会变成用压币直接买吧。你看，这个是五个压币可以买两次、十一次召唤，然后五个压币可以买这个调元素萃取十一抽两个，还有分裂药引元素萃取十一抽四个哦，这个真的很划算。压币现在也不贵，一颗压币也就才20块台币，100块钱，有66抽，然后这个也是。看起来是蛮补的，这个可以干嘛？看一下，制作信物，它可以做一些道具，也不错。好，待会呢，因为已经很晚了，那基本上来讲，我超过十点钟，我老婆都不太喜欢我玩游戏了，所以待会我可能第二只网打完之后，我就先进入到这边就好了。哦。沙滩上有说啊，今天一样打完二网就可以了。好哦，没有问题。几个人呢？32了啊，真的是有变少，所以我觉得整合也是必然的啊。Demon 蓝星城、Miniac 跟 Webmaya 啊，那个谁啊，那个还有那个谁啊？有些朋友真的是忘记哦，我看一下这个好了，看一下谁没有来哦。啊 ，Jimmy 啦。吉米，我在讲吉米，有点忘记了。吉米要跑去玩阿斯达了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再继续玩阿斯达，也不知道他精力有没有在玩其他新的游戏。阿斯达现在也是人也是变少蛮多的人，老实讲，哦，没有一款游戏永远都很多人啊，除非说营运单位真的很用心的去经营，也有很多活动让人就是好玩到不想退坑。不然我觉得这个就是必然哦，就是很多人会因为一开始可能尝鲜来玩啊，慢慢的退。哎，这个很厉害呢，这个运气很好，他直接抽到金色的武器啊，这个行瑞啊，这个运气很好啊，这个应该是外国人哦，不是我们的。演员跑到哪里？跑到一滴血。练习的人被整合到一滴血跟客栈，哦，练习的朋友跑到一滴血跟客栈了。看一下现在的排名，哦，如梦、有间、我们一滴血跟 Innocence， 他们是那个日本团诶，团长是勾里，也没想到玩那么久了，从三月玩到现在还有在玩。我先到旁边先等血回来一下，我看一下会长是不是一样还是勾里啊，变奇娃娃了，所以有可能勾里没玩哦，现在变奇娃娃，也有可能是他改 ID， 就像我们一样，我们老师也是常常在改 ID 啊，然后他本来叫梅川内衣变灭二去，然后变莱姆酒，然后变成生菜，好，他花了很多钱在改 ID 耶，这 ID 其实不便宜耶。改 ID 的话呢，要，哎，啊怎么啊？这里300块啊，300块台币啊！我靠，嗝屁了！哦，所以他光改 ID 就花1000多。什么事？等一下，我现在在打。等我一下，我现在在打王。问老师的奶妈说：“我想卖号。”我都不帮我。哇！你突然离开，爸爸现在在打王。奇怪。问老师的奶妈说：“这个练习真恶心，我都想卖号了，没意思了，想再看我的钱包。”练习我还没研究。
我的电脑规格不是很好，如果说我电脑规格再好一点的话呢，这个液压的画质应该会更漂亮。哦，因为液压是用那个虚幻五引擎做的，我看有些直播主啊，他在录液压影片的时候，那个画质真的非常的高清。那我的电脑就一般般，我的显卡就才二开头的。国顺兄修游戏公司想榨个你们玩家的钱啊！沙僧那时候炼金就是想要炼你的钱，是游戏公司的炼金术。哦，没办法啦，就是会出很多新的功能。哦，一开始就是先有武器嘛，先抽武器造型，然后坐骑，然后大家搞好之后呢，就搞滑翔翼，然后现在又多了炼金啊。然后其实魔力注入也是花了会花不少资源。哇靠！哎，这个蓝星辰太猛了吧，一个人扛那么多小怪，他硬到爆炸，超强了。好，哇，嗝屁啦！再跑过来了，这没办法，这个机体不够强。文老师蓝妈说，第一步就是同一个颜色的越多，激活属性越多，但是还有限制，颜色只能几颗。是哦，我都随便合成了，反正要开到没颜色也没用啊，什么意思啊？所以我这个要怎么用？哦，这个是好了吗？我真的搞不懂哎，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。我这样用完之后呢，我身上还是没有加任何能力。可到没颜色也没用，第一张要火土才有用，新土颜色数量不够也没用，或可到火了也没用，三个毁金换一个，第二张要风雷才有用。天啊！我是不是脱节太久，完全看不懂？救命啊！我真的看不懂哎。完全看不懂。再按一次好了。怎么还是没变啊？好吧，搞不懂，再研究了。好，打完了，好，打完了。OK， 那我们开两颗冰泪，1000个工位铸币，2个狂气精华。好了，感谢收工，谢谢，感谢老师，感谢大家的参与，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泳装，非常的漂亮。